本轮疫情早期传播链条基本被切断，已完全得到控制。近期新增的韵达快递长阳分部、中铁十一局三公司等相关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。粤各庄市场有一社区东方广场等相关疫情逐渐趋稳。5月26日0时至24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7例。 5月27日0时至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0例。4月22日至5月27日15时，本市累计报告1701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，涉及15个区和经开区。